怎么回事？刚才好像被什么挡住了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也能懵逼？难道不该解释点什么吗？那个，麻烦换个人再打一下试试。什么？小看我们吗？给我死吧！哎呦，金钟泰顶盾变成被动技能了，只要我感知到攻击，它就会自动释放。开光期之后，很多东西改变了，还是记一下吧。而且因为灵力值上限提高，我可以重新使用一皇玉灵术了。也就是说，每提升一个大境界，就可以解锁一个一皇族武技。和劫匪战斗的时候玩手机真的好吗？这个混蛋，不许小看我！雷电闪光球，傻眼了吧？这可不是普通的枪，被电击爽不爽啊？你麻痹了没有啊？整理出三点新发现：一，金钟泰顶盾只能格挡筑基期的物理攻击，对武器格挡效果一般；二，夜皇感知术学不会科技觉醒的机械操控；三，一皇玉灵术可以操控附近的灵力，范围是一米左右，也可以直接用作防御对方的武技，不用每次都挨揍，这样就可以放心的去参加比赛，提升实力了。大哥，你的电球烧散了。别想了，这是高手，快撤吧。反正你们的武技我也学不会，把那个女孩放了，你们自己去警察局自首吧。自首？开什么玩笑？你耐打，但他不行吧？你觉得他可以扛我几枪啊？这件事与他无关吗？谁在乎？不拿出钱，我马上就干掉这个丫头。只是为了一些钱财，便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之心。这个 B 级宝物值300万，拿这个走吧，不要伤害那个女孩。那是血玉吊坠啊！什么？真的吗？放在地上手爆头，离开！大哈蒙炮雷！别再被撞到了！是好。糟了，快跑！冲击锻造拳！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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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来科技觉醒者离开了机械，他真是脆弱呀。有个问题。我以后一定改，我对谁态度都会很好。不管对方有没有钱，我们都会认真热情服务。不是这个问题，我想问这里有没有充电宝。您这时候不应该说点狂霸酷炫的台词吗？皇上你真厉害啊，没想到你那么有钱。我怎么看不懂啊，这是什么特殊功法吗？功法？这不是功法呀，它的原理其实是这样的。想不到你对机械也有兴趣。不，现在没了。还真是耿直啊。皇上大哥，你想看我施展水系武技，我乐意至极呀。那可看好了。好，一皇感知术。看我的超必杀技，宝库里水池。别小看它，这杯水富含娜迦的微量元素，由于它的配比与人体体液相近，能迅速补充人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，喝完它会感觉身体棒棒的，试试吗？不，算了，再见。唉，不行啊，我需要更多武器，面对科技觉醒者，我的劣势很明显，对于高我几个境界的人类更是受限，这样可不行。至少在这里我必须成为最强的存在，不然面对父皇，我用人类这脆弱身躯根本毫无抵抗能力，必须要想办法变得更强，要学会这里的一切才行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五区训练营联赛冠军的奖励是什么呀？训练营会有物资奖励，参赛选手可以得到提升灵力的高级宝物，还会有高手带队去狼区完成高级任务，带着开拓眼界。高级宝物，高级任务？对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嘴上不承认，都是很诚实。爸，我们明天早上就要出发了，我们一定会凯旋而归的。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我最近莫名脸疼，什么也不愿意想。好吧。
那我就不打搅您了，希望您早日振作起来。我很振作，我每天都很振作，你加油吧。再见了，爸爸。和尚，你要的十个灵力储存器我做好了，每一个都可以储存500点灵力值，蓝色是吸取灵力，红色是释放灵力。好，上次控制的金铜魔猿灵力波还藏在地下，虽然几天不控制流失了不少灵力，但现在就可以储存起来随身携带了。明天要去南极去客场作战，咱们可不能没有声援呢。我们自费出发去当啦啦队，对，不能让咱们训练营缺了气势，给绿茵训练营加油啊。今年还真是热闹，往年咱们都是倒数第一，这次大家从这几个学员身上看到希望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咱们来确认一下我们的队长，大家有推荐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确定皇上是我们的队长。好的，皇队长。这名字不别扭吗？这是永乐市五区训练营联赛的对战表。为什么我们要多打一场啊？毕竟我们上届的成绩垫底，我对大家还是很自信的。别紧张，正常发挥就好。对，再烂也不会比上次更烂了。唉，这一句话把天辽寺的功力不亚于皇上了。哇，这个就是南极区吗？看着比绿茵区域发达很多呀。我们已经进入别人的区域，别惹是生非啊。不要走散，保持手机畅通，经常看看群消息。好的，奥利给！只要对手不是皇上，我就充满自信。你之前怎么塌了？没什么。这几个人是绿茵区的选手吗？看起来就是很菜鸡嘛。大老远来这里找虐的嘛。好想看他们被打爆的样子。我们训练营的人在来这里的路上被南极区的人给围了。我们有人被砸伤了。那就让他们多伤几个吧。有请双方选手上场。可恶，肚子好疼，是不是你们搞的鬼？我就卑鄙了怎么样，胜利本就是不择手段。某些角度上我赞同你的观点，为胜利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并为之付出努力，但也许伤害别人就是你们努力的方式，所以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愤怒。你们一起上吧，我要亲手撕碎你们那自私的骄傲。